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问题而调，只问您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德为您带来的这个作死秀。看他开什么，哎呀，土豪六零不得了呀。想想我去哪儿，这个时机房那边的话，哎，太阳出事了，我去这边。出发。这边其实也不好混，他们183肯定也回去城里，这有点吓人。或许我应该走这里，但是太外了，会被点亮。啊，哥就走下面，因为上面这里的话，其实虽然是个好位置，但是万一对面183顶上来，一旦没躲开啊，一发下来我就是个非死即残，就废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还是走下面比较好。哎呦！一炮把暴衣啃了800多，暴衣快被吓死了，但他射速没暴衣快。哎，从脚被击穿！哎呀，老子不敢过去了。啊，我好怕呀！哎，他们中间为什么躲了个 T 武器嘛？怎么想的？哎呀，土豪60就死了。哎呦，那我等会儿我往后说，我往后说。嗯，我不敢上前了，在他们来之前，反正我不敢了。哎，你打得到个鸡毛，你的浮脚就是一坨屎，你懂吗？德系浮脚你懂吗？哎，我后面的人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这边，哎呀操，这他妈好烦啊，被这哥们儿打了400多血量。我怕他从屁股后面绕，还好，那外面有人。啊，他也没有进出来啊！183果然在这面出现。我为了安全而尽量拖到底线。啊，我也不能太那啥，否则火炮会干我。175我是不是还卡在前面？妈的，这边人都要死完了，他们撤了已经。想卖我是吧？那我只有卖果了呀。你们卖我，我只有卖果了呀，这是被逼的呀。啊，他不敢走外线。要被弄死！哎，你看嘛，他们中间绝壁有东西。我跟你去，我跟你去死！
而我就说嘛，中间那么多东西，妈又灭掉。哎，183，快把中间那个老鼠给弄死！那个、老鼠难道想冲出来看看他那个架势？啊，那个图标前后蠕动的那个姿势，简直不科学。我就撤到这个房子后面。对面火王说：“你妈就一血了，别反了，你他妈就在忽悠人吧？你说这句话只能让人继续反。”啊，咱们峡谷那边快被突破了，快被突破了。哎，但也难说。哎，你妈的又打老子一发，已经被你个狗给干残了啊。那我不能出去了，说明我亮183肯定开始盯着我。哎，哈耶耶，什么东西上来跳了两个？哎，你说你烦不烦？目标未被击穿，呀哈哈！我们任务失败，全体撤离。哎妈的，这种好烦的呀！啊，他上了62，好，两个小车啊，不错。嗯，我在吃这个泡过水的柠檬啊，这酸爽简直不敢相信。这你妈我去哪儿啊？我去内里浪肯定会出事儿，我去城里头吧。我去，因为速度比较快啊，我进去可能还钻得出来。我去这边去了，我就回不来了。好戏开场了。这还有灯泡。还能知道自己有没有亮。啊，看他去亮上那里有没有什么东西，我在这城里面看一下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从 A 线爬过去，因为我车身比一些高级车要低矮，所以说爬过去的话相对来讲比他们过去要安全，但前提是我后面有非常强大的黑枪火力。另外到了那里就没人干扰了，我在这也没发现任何人，因为队友看见我比较安全，所以他们也是有些跟上来。有，不要干我！正面一发，哎呀，打到哪儿去了？操！我们未能穿透他的装甲，这他妈不科学！我穿你后脑勺！我们重创目标。啊，等。
切到这里。哎，好。哎，又要叫弹出个什么信了？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关了。哎哎哎，妈的，怎么自动熄火了？都不要吓我。啊，咱们下面那帮人只要防住，咱们上面已经快要进他们家里面去了。啊，看老佛过来骚一把。刚才打我那个 TD 呢，冲到这个煤堆里头。干他呀，快啊，他要上来了，等会你们不干他，这我快被干了。应该给他们一点压力。现在我自己，我确定自己是没有量。应该到这里。哎呀，亮了！在这里是会亮的，我操！呀！车被毁，全体撤离！呀！妈蛋，我去看基友，基友人呢？基友还蹲在那个里头，老子怎么切不到他？切不到他身上啊！切到了啊！还在这里打黑枪，那六二的隐蔽是不错呀、啊。虽然咱们在场面上看起来是有主动，但是妈的那里不能进圈啊。那怎么说呢？那我应该开个一二五。哇，这个六二非常机智啊，从水里这边这样顶过来，反正他们这边也没多少人了。哎，直接过来包了算了。你看他在这个水里面慢慢的游啊，说明他给雪爷烧了钱的，一点儿都不怕呀。哎呀，好的，我操，听这个声音，对吧？金币弹，在他的菊花上燃烧啊！啊，自走炮被逮住了。猎户出来，咱们接着开猎户。嗯，一无也可以。把老子带进了十级房啊！我怎么不相信呢？这个，这好烦、啊。哎呀，最近王尼玛在暴走大事件上面才说了这个晒命狂魔，喇子就看到了，妈的那个女的烦死了，一天到晚晒这晒那。哎，我知道你他妈活得像坨屎，好不好？大家都知道，妈的只是不愿意说出来。
真以为你他妈是个玩意儿，简直作到不行。人就怕作，一作哪怕你有一个天下，都能输得个精光。所以反过来说啊，大家都说这个君子反出求己，其实问题都在自己身上。你自己那种决策模式，就是导致你现在被困在这个现实里面的原因之一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原因。所以为什么生活总是不给你好脸？因为你不配，就这么简单。那边往临县哎，完全没人。不过现在这个地图的打法基本上，等会儿我弄下我耳机，基本上也就演化到这个程度了。把这13090弄死，他不死咱们这边鸡犬不宁好吗？好，哎呀，刚才这个客户端卡死了，那我一会儿练起来。哎，八级房啊，不，妈的十级房，我操！我也只有去那边，不然我能干啥？哎呀，南哥啊，哎，这是军团标志。看到了大一炮的菊花，真想往里面来一发，啪啪啪啪，啊，哎，好富有诗意啊！老夫简直是才子啊！哎呀，不得了呀，不得了！哎，这么屌，把这哥们日了！别告诉我他会冲下来，冲下来的神左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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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漂亮！哎呀，老子亮了！我往左拐，你以为我要往左拐？其实我他妈停车啊！我停车往后倒啊！你以为我要往后倒？老子其实前进右拐，哎！啊哈，对面火炮看样子是没有锁定。干嘛杠八开眼呢？哥不要逗我了，你他妈逗死人了好吗？哎呦，这哥们不死咱们不得安宁。关你现在也刚才那个杠七亮你也不敢打，因为你打现在地图看得到，你肉眼看不到，你得往前，但你一往前中间这里横插一杠子，我操，那怎么杠嘛？半天没看到什么东西，这个反的呀！
哎呀，杠八你不要浪，你也真是够拼的。哎，我他妈亮！哎，这把很难赢了，已经。你看他都敢这么嚣张，前面绝逼有眼。不然怎么可能嘛？这一发被弹开了。哎，真的遇到很多像这种时候，还挺无奈的。什么努力也做了，对吧？但是。会议局势就是赢不了，气死你！跳弹，操！好，幺幺幺使用了金币了。目标未被击中。妈的！哎，老子又被亮！看我击穿他的车灯，我真的打这。目标未。哎呀！说好的车灯弱点，这怎么打？我操！这还能玩吗？你看，我就说了吧，这边这个眼不拔掉，你在这边站一百个人都没用。好啊，两个开的，哎，同级的，这样要好一点。非得把他的效率给打回去的呀。烦的要死。老子把树都削了算了。这样方便一点。这把而且也没有火炮。我们先爬上来，哥已经到这了。组建家庭，我操！你们这些基佬，孩子可以领养？妈的！你们这些变态，
啊、哦，他们在那后面打不到。哎，是啊。那我他妈再往前翻一道山会怎么样？看到了小飞象。132，你敢再来吗？打小飞象啊！耶！哎呀，我总感觉要把自己浪掉了。履带受损，我们未能穿透他们的装甲，目标未被击中。哎，你妈！目标未被击穿。哎，你烦死了。目标未被击中。这还有救没救了？啊，去！撤吧。啊，看来哥不应该这样过去的。哎，不行，看今天老夫一组队就要坑了，我还是自己打一把。操，又是荒漠小镇，妈的，老子玩不来这个图。可不可以选择把某些不喜欢玩的图直接匹配的时候给他跳过？星际尔虚空之椅的专题上线什么时候出嘛？进攻时间到，搞的又是实际法。那边我吃了亏了，不啊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啊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啊、哦，往外面走，走的人还是有一些，那这样要好一点，否则我就只敢跟这个武器蹲在这儿，等他看见前面有人，可能他的胆子也会大一点。哎，什么都没看到啊！嗯，咱们往前面走，跟最前面那个武器保持一定的距离啊，这样就比较安全。我就是一个在后面负责打黑枪的，有一个100出现了，我他妈肉眼还看不到。哎呀，这烦人的。哦，这里啊，这跟真实情况很像，你车不停炮管很难保持稳定的。妈的，一来就甩了我一发，你甩我一发我也要上。
好的，火炮也很给力。咱们正面刚的时候有57啊，刚不住的时候有261，那看你们怎么办吧。干得漂亮，把你们火炮舔死一个啊！往前面舔呢、啊，一路舔穿到他家呀。哎，不过咱们家好像也快被破了。一般来讲，其实大多数情况两边的战斗力相当。我操，怎么又搞这么多？双方的进度都差不多的。当然也有那种一边倒的。哎呀，太生猛了！操，让老子打两炮呀！我连他们屁股都还没有摸到呢，你们就已经干的这风卷残云的，太他妈厉害了！哎呀，这发没打到，反而被他打了。我操！为什么那么巧？那这样的话，我还是进圈吧。我也干不了别的。那么火炮也没有胖子。哦，但是要小心这个。他搞不好利用这边的视野，他要创造奇迹。因为我血量低，现在我根本不敢出去，否则他们会冒死来打断。一旦打断，看到一个血量低的，那我很明显，我就是第一个被攻击的目标。啊，没事，来了个血量比我更低的，而且是个弹夹车，威胁比我更大呀！啊哈！那我就进来了，但100你不要作死啊！你这个作起来谁遭得住你啊？妈的，猥琐一点进来，你他妈真要死了！哎呀，我老子帮你打一炮算了，我看着。我的肉疼，哎呀，妈的，他死了就好，你看吧。啊，烦的要死。哎呦，妈的金币弹呢？他妈够了！哎呀！啊，今天实在是木有状态啊，实在是木有状态啊。好吧，那今天就不继续坑了，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再见。